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哈，大家母亲节快乐！来，南极那里的四位歌手呢都有机会，因为呢真的是啊，做野林哦，英雄哦，过年过节都在外口啊，拍片、探机啊、录节目，难得可以跟妈妈讲话。来，大伦，有没有要跟谁说话？还是辛苦的太太？是安尼啦。其实我的林中，咋啦？不是林老夫生。是啦，不是阮老母生，是阮老爸。因为我跟阮爸爸、跟阮阿妈三代相片，拢是无认中。真的吗？所以非常的好认。我想要去跟母亲告白，你讲认中。好，拜拜。好啦，搞错主题啊！那样在验明正身了。啊，恁囝有认中无？有，好加在。所以我感谢阮太太，非常的辛苦。将阮两个即个一男一女，拢生啊有人中，非常的正常，够古锥。啊，伫咧遮特别感谢妈妈，我知影你有咧看即个节目，我已经五年无来啊，妈，我伫咧超市的总会，你敢有看到？后来敢有五年？差不多。你顶回来学迄个消防旗，干什么？你五年？差不多五年啊呢。恁重播恁就觉得我没离开，啊，结果五年前你嘛是讲人中，嘛是安尼哦。啊，不过讲真，就真正就正经咧讲啦，就是吼，阮妈妈甲阮太太拢真辛苦。是。吼，啊，帮我咧，即个尤其阮妈妈吼，除了甲我饲养大汉，即马嘛斗三工，甲我两个囡仔咧，安尼照顾甲不离好势。最辛苦的妈妈。还有二十秒。妈妈，我爱你，真的，生生世世都爱你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谢谢。掌声鼓励。家里家里好，来，看下中一台。妈妈是咧讲做自助餐呐，哦啊，所以伊自细汉哦拢安尼哦，逐工上班下班上班下班，包括我甲阮哥哥啊，佮有伊两个孙啊，四个孙啊，拢总是带大汉的吼。啊，阮着即做歌手的，无都定定伫咧厝的，伫咧遮吼，真正要甲妈妈讲，你辛苦了，妈妈节快乐，谢谢。哎，哇，又好听啊！其实即卖呢，我拢伫咧台北读大学嘛，读大学。啊，爸爸妈妈呢嘛非常没放心。啊，我本来嘛是一个足散足散的人，就真是阵啊拢要落生活，啊锁匙唔知带去倒，啊结果叫关伫咧门外口。啊，我落迄时阵六点外敲电话给妈妈，啊妈妈落足烦恼的，啊随甲我处理安尼。所以其实呢，家己伫台北，爸爸妈妈嘛足袂放心的。所以伫遮甲妈妈讲。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！掌声鼓励。我要在这里跟我的妈妈说，伫今个届即几冬，真正足侪时间拢无法度伫个厝诶，甲足侪节日拢无法度甲妈妈因同齐过。哎，我搁感谢妈妈，虽然讲咱即几冬有足侪摩擦，但是我知影你永远是爱我，只是有当下咱两个拢含慢讲话。啊，我嘛足感谢你做我上大的后盾，在忙的时候，孩子你都会帮我顾得很好，谢谢你。那今天我要跟你讲的这三个字是，没有很久没有当面跟你说了，其实妈妈，我就爱你，我爱你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也谢谢四位来宾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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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孙啊，哟，你慢放眼看去，你感觉对一对是母仔囡是母女来？母仔囡哟，我你感受，你对互互相告白下，来，有这个跟妈妈，跟妈妈来做位来看节目的哈，啊，什么？应该母亲节大家心里面拢有话要甲妈妈讲，还是妈妈要甲囡仔交代什么？这是妈妈吗？还穿那个情侣装哦，好摸哦，来对情侣装。那个啊，没关系，你做出来一点。
弟弟看得出来你好像是溜冰队，对不对？然后平常训练有没有很辛苦？有。那你觉得妈妈对你怎么好？你这个年纪其实说真的要很懂得孝顺妈妈，其实好像还有很多的想象，但是你今天用你人生最大的那种内心的爱跟妈妈说几句话，妈妈哪里对你好，说一下。谢谢妈妈对我的爱与付出，让我每天都可以吃饱喝足，也带我在可以带我去溜直排轮，辛苦你了。跟妈妈亲一下，快，来快点跟妈妈亲一个啦，亲嘴巴就好，哎，不要亲中间，好 ，OK， 好好啊。我刚刚发现一对，我看起来呢，他们好像是姐妹，其实他们是母女。哎呦，来来来，是是是，来来，哎，那个麦克风借我一下。是母女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看不出来。有，来来来，妈妈坐过来一点点。那叫笑脸。像姐妹。来。对呀。真的是母女啊。那你真的要好好。而且今天是我的生日。真的吗？今天是母难日。也是母难。掌声鼓励起来。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。刚好是母亲节，然后呢也是你的生日，这个感情特别的浓烈一点。对。来说一下。陪妈妈来看你们。来。好。那今天对着妈妈。又是母爱你，谢谢。冲上！因为我现在没有妈妈可以抱。是，其实简单借人家的来抱一下。简单一句“妈妈我爱你”就代表很大的心意。谢谢谢谢大家。还有没有谁要跟妈妈告白的？在现场的，哪里？哎，你每次都举手，你是？你为台湾头，第二个台湾妹啊，今天要跟妈妈告白，你是哪里人？台北市人。OK， 好，跟妈妈讲几句话。我也很感谢妈妈，妈妈她也有在看我们这个节目，我从来没有跟妈妈说过一声我爱她，我也很对不起她，我不是一个很孝顺，也不是一个说。做个多好的人，只是我妈妈要求什么，我都会尽量做到。我只有一句话，从来没有跟妈妈讲过：妈妈，我真的很爱你。好，说出了子女心中的话。来，现在有谢谢周润发大哥，谢谢。来，我也刚刚获得冠军的美玲来代表唱一首歌献给妈妈。最亲爱的人，上海的位置妈妈。来，最亲爱的人，阿婆。因为你，家己已经袂调。